时候呢，我们的所有的贵宾们都写完了，来到我们的主灯的前面来拍一张合照哦。好，再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请郝市长跟朱市长站在中间。这个时候我们欢迎我们的李四川副市长、侯友宜副市长、许世坚副市长、陈生贤副市长，还有陈万仁副市长一起来到舞台的前面，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合照。来，我们看看我们中间的美女朋友们，请大家看看你的左手边。